看一下这个肥肉和瘦肉的比例。李大同真的很理解我，脏脏蛋挞。上面一层可可粉，吃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，特别的呛。厚蛋挞它是现烤的，热的。哦，蛋液超级嫩，入口即化。肉松海苔小贝，这个中间的酱是偏酸一点点的。酱还挺多，面包体也够软。